他平常真的相对是非常神秘的一位艺人哈，但实境秀就是要把真实的面貌全部呈现出来。对呀、啊，那神秘会不见哈。对对，我应该是搞包袱。嗯。啊！我现在可以预料到这节目很难剪，因为谢依霖会一直讲话。一直吵，什么擦？其实会加入是因为一个人，不会是我吧？还真的不会。你的麦怎么突然那么有声音？对呀、啊，讲后面滴滴的。总监讲话不太随便插话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但我允许你插话。不会是我吧？不是。好，我会加入是因为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是给我演艺圈第一份工作的人，嗯。我在演艺界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他给我的，真的、啊，对，伟忠，王伟忠叔叔啊，真的、啊。其实伟忠叔叔呢，其实是派詹仁雄叔叔来给我催眠，他们两个就是给我催眠。话术你，其实，但是在我的心里呢，我会觉得，演艺界走到这一点，我想要有一点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，不要永远都是神秘兮兮。神秘兮兮不好吗？神秘兮兮很好，但你这样我们更爱啊。姐姐到底拿了多少酬劳？怎么可能？难怪一直压我们。钱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把每个东西带给大家。对，讲钱就伤感情。讲钱还加四块，好熟。伟忠叔叔也一直压我啊。可是他跟我们说是因为你，我跟你讲、啊，大家都不好，他们是都他们不话术了，没有，他们是标准的见人说人话。我你不要随便乱逗点哦，标准的见人说人话。对啊，他为了要没关系啊，我们呈现好的作品，呈现对品质要好，我们就讲钱俗气，对。跟谁不好就邀他来吧，对、啊、对，有仇的都来，来上节目的都对，没有了，开玩笑。我在演艺圈没有什么仇人，跟大家都是好朋友。你比较多了，我们都没有，绝对不可能，对，绝对不可能。夫妻生活也要维持了。对对对对，洗头没有机会了，按摩是有蛮长的。女儿完全不给我碰她头发，我说爸爸有学。他们目前还不相信，我等节目播出他们就知道了。都还好没有相信你。他太太就有提过，然后拒绝，他自己根本没有问。我不敢，我不敢，对对。说哪一种玩？我等嘞。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子？玩一玩就变杨明伟，卷头卷头发。你刚刚是不是也玩我头发？他平常真的相对是非常神秘的一位艺人哈，但实境秀就是要把真实的面貌全部呈现出来。对呀、啊，那神秘会不见哈。对对，我应该是搞包袱。嗯。啊！我现在可以预料到这节目很难剪，因为谢依霖会一直讲话。一直吵，什么擦？没有，他被安排在另外一个空间。哦，可以。对对对，我一个人一个房间。制作人这很难剪。所以好不容易站在一起了，我一定要帮我讲话。对，我可以讲话了嘛？对对对，但你的扣打刚刚都用完了，我们第二排。我有很多分享分享耶。你们压力大吧？我是没什么压力啦。感觉憋很久。很久很久，每天跟小朋友这样啊，我娘啊。好想开黄腔哦！所以你在里面有一直开大招黄腔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 oh. 就是有稍微动手啦。他不会啊，他应该最好使唤。我觉得他应该最好使唤。除了话多，没有缺点。对，他现在因为付出急于表现，所以大概两三秒他就想插话了。他怕空气凝结。对对对对，可是因为我最喜欢这种人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很好工作伙伴，因为他随时给我们很好的精神。没错，对，是真的太辛苦。而且我们这几个其实算话都不算太多了、嗯、所以所以他非常容易抓到空档就对对对对杀，希望大家开心啊。对，结果都剪光他的气氛气氛没有被退出。对啊，没有吧，不会这么坏把我踢掉吧。还在了，还在。还有在聊。
那个他们应该是创了一个新的群组了，所以那个群组只是如果像康哥什么的约在，我们要见面才会讲话。已经有新群组了，他们那一定是有新。没有，里面没有你哦。对啊，不然我怎么会有我？不然我怎么会坐在这？我们也可以拉群组啊，想拉群组是不是？马上拉啊！现在还没拉吗？我们还没拉，还没拉，想拉吗？立刻拉，现拉一个，等一下可以拉一个。所以现在还是跟康哥他们会约出来，还有我们还会有聊天呐、啊，对啊，我们跟他们都蛮好的，所以没有什么，没有嫌隙，对啊，还好哎、欸，没有。他只说你们那边，康哥说你们那边美女好像很多。真的？怎么这样子？怎么讲话？他是说我吧？是。还要再生吗？我装避孕器了，所以应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但是因为我装避孕器是为了后面还有退路，搞不好想生，所以就是还在考虑中。老公没有结扎。老公没有结扎还要有。结扎就没有退路。对，结扎怕没有退路，所以我们是先装避孕器，因为我们只是打上一个问号，还想生，但是现在好不容易浮出水面，想呼吸一下。没有，我都是通勤，而且我早上开车带小朋友去上课，然后跟他说妈妈两天回来哦，两天一二哦，然后就来这边录影，然后录完影晚上赶快，因为有下班时间，我们有下班时间还可以赶上花莲最后一班火车回家，然后晚上跟他说妈妈回来了。还有交通时间更累哦，但是没关系，可以看到他们，我就很开心。嗯，那你上班还要讲这么多话，一定很累。老实说，带小孩最累。也是。接的儿子180几公分的大帅哥，他对你接这个工作有什么？逮到机会哦。小孩时间嘛。对啊。小孩时间。他对你接这个工作有什么？因为毕竟。有没有想一个回答？帮我回答。我180，我不到180，太接近，有点惨。